我们将更加坚定地捍卫各国的发展权利。现代化是每个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，不是少数国家垄断独享的特权。不能因为自己到达现代化的彼岸就过河拆桥，给别国实现现代化设置路障，更不能因为别国走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就打压、遏制、阻断。中国不搞什么大国竞争，我们坚决维护的是自身的发展利益，是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。中国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现代化道路，反对制造意识形态对抗，搞新冷战，反对干涉内政，强加于人。中国维护全球化正确方向，反对筑墙设垒、脱钩断链，反对单边制裁、极限施压。中国全力维护产业链稳定畅通，让经济全球化与各国现代化双轮驱动相得益彰。